大家好啊，又到拔花生的季节了。我过来看一下我家的花生长得怎么样。已经拔出来了两颗。这花生看样子长得还不错，就是嫩了一点，要是再过一段时间，这花生等它老细一点，就可以过来拔了。花生在我们这边一拔下来好像就有人收购四块钱一斤，不过今天我主要分享的就是呢，花生的根部，它的根部绝对是可以说作用非常大的，就这种根部。像现在冬季嘛，那天是就比较干燥，小孩或者大人流鼻水都可以用这种根部，用它长瘦肉，它就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所以你们家乡有种这种花生的话，一定要砍一些这种花生根晒干储存，当流鼻血的时候就能用它的花生根当瘦肉了。看来还要过段时间再过来摆花生，这一串我就带回去，可以包来试一下它的味道，尝尝鲜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回去了。